这边 W 一抬直接给点燃，还有这边给了个治疗，但是治疗是在点燃后面交的。哇，那这样换血是成功的，这边卡萨是两级过来抓下路，经典两级抓下吗？那这边换血换得很凶啊！哦，这边点燃解掉，这边应该意识到打野过来，但是已经没法后退了。在这边先杀了一个，而且这边最后快，还跑起来，他闪现躲个 EQ， 后续跟 EQ 闪，这边 EQ 闪挑到了艾博，艾博最终要被卡萨给 A 死。这波卡萨的 EQ 闪很关键啊，不然 Voting 感觉就要倒了，又拿走。然后是，再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已经来不及走了，直接就 all in 了。那 Pgard 如果能把这个摆下来或者闪现拉走的话，会打得更好。是，差一点点 EQ 闪两个。是的，这波卡萨这个 EQ 闪太关键。如果落贴得更近一点的话，而且卡萨还尾随了过来，主要他这波知道洛言应该是会往下走，这边是想越，但是卡萨已经靠过来，意识很好啊。W 命中了，后续跟一个 EW 抬起 Folding 应该是要倒了，而且这边还不着急捡魂，因为这边有一个 TP 下来的 Rookie 闪现摆回来了两个，后续的话还要打 PP 卡萨再倒，这边拿下了一个双杀的乐言，而且反手变成锤是一勾还勾回了卡萨，感觉这一波三杀的乐言，后面 Rookie 能收掉 iBoy 吗？一激光是成功的带走了 iBoy， 在自己的话一个闪现拉开，空档期太长了，回放看一下。前面其实卡萨这个意识真的很到位，直接 Rookie 一个 TP， 然后这个 EQ 是没有 EQ 到乐言，是。AWA 击杀完了之后变成锤石，一个 E 再一个 Q， 啊，非常漂亮。我这个魂如果被拿下的话，就爆炸了，天秀就 V 五就爆炸了。这边乐言过来 ，Yuki 这波是没闪的，但乐言还有闪，有没有 W 闪的机会呢？直接闪现给 EW， 后面再跟一个远处捏满的 W， 可是被重力立场给框住了。那这样打了一波血量，反手这边还要过来，但 W 没抬到，但还是框住了。之后乐言收下了杀档四杠一的开局。作战的机会，选择先动，看一下这锤石勾能不能勾到。其实有预警的，哎呦，这波吃勾了，应该是要被秒。是的 ，Zora 被秒了。而且卡萨还有大招的，这边直接招阿走了。就 V 五这边获得了喜鹊塔之后，现在经济还是稍微领先一点。哇，直接交大了，这波有闪现的，闪现要躲三段大。哎呦，感觉躲不到了，要感觉要被单杀了呀。对的，再给一个 EQ， 有没有机会？一个 EQ 应该就杀了。哎，这个 E 是往后拉的。再看一下。瑞奇是没用大招，也没有闪现躲掉任何的大招呀，是就是没有躲掉这个穿针引线。三段大全中，三段全吃。然后这边大概一百血出头，然后四滴血。哎，这边瑞兹，闪现躲了这边的一个罪名，而且后续跟闪，就 Folding 想闪现躲掉这个 W， 但是还是被 W 抬了起来。瑞兹这边心领神会，往后一退。哎，但这一波被重力场给控到，是有闪现的，还挺安全。哦，但这边禁锢出完手了之后 ，EQ 依然是拉开，而这边的话，乐言一个 W 是被皮皮卡的稍微摆断。这边皮皮卡的没有闪现，感觉还是要死呀。但反手这边的一个混乱风暴打出来伤害也不错，这边还晕到了 Zora。但是后续的话，看一下 Cube 好能捡呀，上来一个快刀剪乱，直接把 PPK 给带走，而且卡萨感觉也顶不住了，卡萨也倒，还变了一个皇子。这边乐言后面中间看能不能有 EQ 留下人的一个机会，而且海克斯飞门过来 ，Rookie 正好落在了红色帽三人的面前，这我感觉 Rookie 不传可能都走了，不传在上面回城就直接回家了。是的，这一波，这边其实小乐言是没有大招了，已经没有那么能打了。是的，那其实他因为装备还是比较好吧，这边。来先看一下下路，哇，这个狼头啊，而且好像黄蜂还是被魅惑，这个 RW 到了。对，被 RW 到了，有点小预判吧。啊，这个狼头落确实节奏好快，一个踩又逼一个金身，然后这边 W 闪。主要格温太能捡了呀，这 Cube 这段时间的作战能力。顶天了，这边确实往上面靠就回家了，就在上面直接逼，主要有声音的提示，还有这么一个光球在，主要是有光圈太明显。经济大概在4000左右，领先两条龙。这边卡萨过来 EQ 加闪 R， 后续给一个轻微夜宁，打出了一波巨量的 AOE， 瞬间融化 RA 的双 C。哎，这边有一个视野，一勾勾到了小乐言，小乐言这边再被 EQ 挑起来，
二技能，伤害会很高的，配合皇子就是打一波。而且现在左边这两个位置都补了，这边男枪是不知道的，但乐言哎回头扫描扫到，但这个毛毛胶、哦、伤害很高啊，哇 Rich，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盾弓，这边交了一个闪现，再交一个 R 技能走到后面跟啊，那这样的话 Rich 应该是要死了，把后面跟那个 EW 的落成功抬起 Rich。 打散团的话虽然佛黑哥装备很好，但很难打出满输出，这边是看到在排眼，只不过看到男枪排眼了，然后先行一步做飞门，在后面蹲着，然后先开一个扫描，扫到残影的时候茫茫焦土一开，这波想拆中一，但 V5 在左边，是没想上，想找 Ivy， Ivy 交了闪，被一个耳技能耳住，这波 Ivy 有机会活下来吗？没有， Rookie 成功的是把这边 Ivy 给电死了之后 Q 不过来，直找对面的恶匪刘斯，但立刻被 PPGA 给拦开，但乐言这边已经收掉了 Kaza， 但 PPGA 的也同时也被 Q 不给捡死，这边交了一个金身的 Rookie 这边金身出来直接一激光加一个 Q 回收掉了这边的一个小乐言。后续的话看一下群英哲月过来二打二的一个残局， Cube 满血这个上的车，但是立刻被一激光打成了大概三分之二血左右，很多没有蓝了，这波 Cube 继续在追击，满城的被动的左右，再看一下这波你卡萨逼得真的准，这边看到 iBoy 往前靠就是一个 EQ 闪，想 EQ 闪的，只要 iBoy 没看到 Rookie， 他被先一个 E 加 R 打残了，然后交闪皇子在跟闪，所以金克斯就直接倒在了第一线。哎，二肥刘斯这边其实有点忌惮格温，所以第一时间没把输出就得死，没有闪现的话是。哇，那这样 V5 直接集众人之力开始推这个二塔，而洛来到了一个绕后的位置，但其实 V5 这一波应该是会哎转头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好像是应该是永双定到了恶匪刘斯，恶匪刘斯也倒了，后续看一下给了一激光，这边开来一个二段大的一个格温开始往前卡，这边 BB 那个 PPK 能走吗？回首一个 EQ 再加一个 R 技能，这一波卡的反打打得很不错，而乐言也倒了，哇这一波本来以为是 RU 全身追击的一波，被皇子的一波 EQ 挑，哇两边都是属于 AD 倒在第一线，然后后续在神仙打架又要打起来，这边直接被留住，有金身呀，但出来会吃一个夹子的，后续夹子夹上，但是有没有兄弟帮忙挡一下，但有个灯笼，后续再一个 EQ 完了 iBoy 又要死了，然后后面补皇子，好吧这个 BP 设计还做得相当好的，对的，哎，中路这波啊好像是补了个车，补了个车，现在 Rookie 伤害其实也是爆的，干一个一基本就要死了，是这边是主动的一个狂风向前吧，啊！但是其实锤石是没有意识到他要打的，啊！没给到灯笼，我也来看一下，卡萨这个反打，哇！这个 EQ 三个，然后再 R 三个，这波打满了，这波的输出，而且小乐言一直没有魂减，很难受，很难受。哇！视野上还是吃亏了，给了一个针眼，但是乐言已经来不及下去了。因为半刚好跟这个龙是一样的，扭掉一个钩子。哦，校园猛冲的加速，反手这边要打 PPK，PPK 刚刚是交了闪的，但反手一百摆掉了 W， 但这边乐言给了一个 R 之后直接击杀，反手卡在这边挑起来乐言，乐言直接交闪。后面有个海克斯飞门，应该是送了两个蓝色方的人过来 ，Rookie 这个位置没有了，哇，没有了 RW 的情况下，这边洛其实也不好拿这个 Rookie 怎么办？反倒是 Zora 送到了 Fortic 的脸上，伤害爆了，还有一个闪现的，甚至不用闪现。但是被卡萨打断了，就是那一波是龙。哎，这一波一个车送过来 ，Strife 感觉这个位置直接被电死了，二十层输了维克托。可以一直一。哎，但是这边 PP 尬的，哎，而且旁边维克托还从海克斯飞门给走了。哎，又做了一个飞门溜。这个海克斯飞门不得不说，确实改变了很多的一个行进路线。后面也跟来了个卡萨，直接一个耳技能拦下乐言。乐言这边没耳没闪，直接在重力场里面动弹不得，被 Fortic 一枪给带走。但是现在 V5 只要等这个 W 结束就可以继续去推，那这样三路会被破，而且后续还跟过来一个黄蜂，加上一波耳机的加 Q， 瞬间对面四人全倒。这个混乱风暴出来，人就不见了，人就没了，直接蒸发。二十五层数11-2-11的维克托，好吧，那恭喜 V5 第二把是31分钟成功的扳回一城。